56岁嘅严明熙个艺备受赞赏，参加 TVB《星梦传奇》成为冠军大热，但系最近就被曾经一齐读音乐学校嘅旧同学，曾经参加 View TV《全民造星三》嘅 Team S 爆料，指 Gigi 原来同样曾经想参加造星三，不过当年因为未够称而被迫放弃。Team S 在贴文表示，和 Gigi 曾经被音乐学校拣中，需要接受连串的特别训练，包括唱歌、跳舞、学习乐器等等，每逢星期日更加要加操添啊。而他们两个曾经在去年一起合唱 You Are The Reason， 见片入面的 Gigi 未剪而家的招牌刘海，不过唱歌已经很有感染力。TMS 又形容 Gigi 思维独特，有时觉得对方是来自另一个星球，但是往往会给人无限的惊喜，而且他唱歌很有天分，经常被对方的歌声打动添啊。